车辆还有各种复杂场景的时候，你都能够看到极其干净、纯净，同时具有大量细节的画面，并且没有任何的摩尔纹。这是过去我没有想到的，一台这样体积的摄影机能够实现的画面。那可以说索尼 HM4 现在已经达到了专业视频的拍摄需求。而这次 HM4 还有个巨大的提升，就是相比过去 HM3， 现在 HM4 还增加了 XAVC HS。